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脑门也是门，哎呦我的妈！确实都是门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妈妈起床，你爸的。你看，你爸还给你比心。看你是网友观察的仔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刚刚可以，现在不可以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盖一兔，盖一兔，小黄牛，小黄牛，小黑牛，小黑牛，可得可得盖一兔，可得可得盖一兔，弯弯兔，弯弯兔，呆呆虫，呆呆虫。草地上头玩游戏，大大森林的孩子送进深山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得是大森来评论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奇迹，奇迹，奇迹，不用奇，奇迹，是谁？怎么巴里嘎叽的？造一个巴里嘎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我的短片的绿，绿地上，这么多人，爱各位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自己不过的确实真的闹了，觉得自己把很多人放生还是。最后有点感动，有一个网友评论说，让我确实是去后厨拿两盘菜出来，看看会不会被发现。店长晚上总结，有些人我就不说是谁了，后厨都冒冒烟了，还有人坐位置上吃起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给老板的已经全描绘出来了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起吧。好了吧。今天我不应该骂你，我错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不会了，我爱你。你真的知道错啊？真的。等等等，我重新给你注意一下。冷了。还是热的了吗？那行吗？对方撤回了一条死了吗？应该。还好是回的及时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你在干啥呢，大爷？你别叫我大爷，我玲玲婆婆。啊？就是跟女朋友分手了，完事出来了，出来那个就是拉这个板子。虽然女朋友没有，但是可以找老伴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随便一个动作都能刷爆我的医保卡，赚的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当初谁给我的本名给我撞死了？我是六号，39号脖子背。真是外婆。你赚不剩下都累，我看看你。哎呦我的妈！网友是真的损啊！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真好啊，肚子拼多多新用户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别生气了，你点了奶茶。不喝。你喝嘛。我不喝。哎。明星。差点糯米丝丝。
这个方法不错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长星星吗？跟我朋友一样，我讲一句，他讲十句。喊那么大声，小心嗓子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好了，我去了，我叫过来的，等我把个四个屌毛送到俺那，我就过来的。师傅，你说的四个屌毛是不是我们呀？飞女，你要自信一点。哎呦我的妈！自信一点，不用怀疑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奶奶告诉我爸的沃尔沃晕车，坐玛莎拉蒂有些四个台阶，猛禽又太高了，爬不上去，又给他换了揽胜和斯宾特，但是还是有点高，又给他换了劳斯莱斯，终于满意了，所以以后出门就带他做通辽。三奶奶是我也想问一句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好神经的话想。有种死到临头的感觉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一下子就从我老公变成了你老公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现实的女人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小孩说你连生你都没生。笑得不行了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来，那我来看好阿里派走，惊心动魄。什么叫魂飞魄散？哎，来掌声，最后一场了。哎，一个都没忍住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好呀。我以为要出啥大片呢，原来是要到医院出片。哎呦我的妈！到一个医院出片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新婚圆的鱼快要撑死了，请不要再买鱼粮，买了也不能带线去新婚圆。不行，为啥工作人员吗？看他几次不可能。网友是真的损的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医生，你的演唱会门票能不能刷医保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本来以为是抽象派，结果是写实。哎呦我的妈！画的是真像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别着急，不用跑。不懂就问，最前面的是不是可以看到兵马俑几串？网友都是些人才呀！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你找他有事啊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给儿子开家长会，我穿哪件能防止班主任爱上我？第一件。第三件，第四件，第五件，穿哪件？穿第一件吧，别的家长位置不够，可以坐你肩膀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是网友来评价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
扫地机从江镇看到市镇。上台怎么会去买一个？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呀比，囧囧囧。给孩子装成懒人沙发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溜了溜了溜了，短短几秒，大哥把自己的错误日想了一遍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哥从愤怒到惊恐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Let it go and the road signs that we used to know. You can let it go. 这个厨师可以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来啦！哥哥看一会书，弟弟吃一头猪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邪门的调情方式，这植物人他在僵尸化才是真的六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我给你收上。聋哑女孩和她的唱歌男友。别哭了，叔，有啥过不去的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宝贝姐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他知道轻轻叫他，沦为平淡，望眼欲穿，等不到你的晚安，全都与我无关。病人你好，挂什么科？医生说你肚子疼。哎呦我的妈！圆圆的脑袋，大大耳朵，慈母手中包，幼子恨天高，都是些人才呀！我们来个最后一个，哎，弟弟先握一口，哎，弟弟先握一口吃，哎，行了，这位哥哥再握一口，哥再握一口，快点，让哥哥握一口，他吃一口就行了。他吃一口就行了啊！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！弟弟说：“江梅的可以再见，栗子切的不能再见了。”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一年级真的至关重要，小学二年级才是最重要的，小学阶段最为重要的三年级、四年级太重要了。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五年级，小学六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。初
一最重要，孩子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初二。初三很重要，重要的并不是高三，而是高一。高二是整个高中的分水岭。高三二是整个高中最关键的一年。大学里边为什么说大一这一年是非常重要的？大二就是我们专科的分水岭。大三这一年将是所有在校大学生人生重要的分水岭。大四是大学生涯当中最关键的一年。20到30这个年龄是人生最重要的时间。从30岁到40岁这个阶段是人生最好的阶段。50岁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。60岁往后的10年这段时间足以称得上黄金十年。我们来干什么呢？100岁才重要呢，坟没选好，影响后辈子孙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干下一个。上万岁！俺上万岁！刘三，你几个我？大懒，再走再走，妹子不贵。皇上万岁，万岁！刘三。皇上他好像起义了，小皇帝要登基了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快用嘴接住，这是苹果汁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最后看上去不像是开了，像是招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看这个程度，应该是全招了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开心很有戏，开心大吉，开机大吉。你们还是关机吧。网友多损呐！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你一串，我一串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鸭子说：“活是自己吃，死是为别人吃。”哎呦我的妈！鸭子是万万没想到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复读前的女人不好哄吧？确实不太好哄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好神经的门里。就算不认识你，路过也要拉三下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任命你为这条街的总统。哎呦我的妈！换一个总统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确实给加上一个胶带了，确实有胶带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，这么狠的毒誓总该能戒掉了吧？戒烟了，再抽一口，我是谁？又吸，吸吸勿减，畏惧戒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就是那个上学时坐最后一排的学生。看吧，学习不好变成厕所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网友真的是脑洞大开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贝贝，开始。哎呦，阳光开朗，那哎呦哎呦，好球啊！哎呦，不错，哎呦。
这孩子真害羞，话两句就躲起来了。这孩子性格太内向了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饭局上，女婿帮领导盛饭，领导接过后说：“盛这么多，你喂猪呢？”高情商的你该怎么回答？快滚吧，一会儿凉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一身体名自己恢复出场是不是？哎呦你妈！我有多损的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我学了3年架子鼓，没他打得好。非常的有节奏感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口霜怎么不睡死你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此时我非常紧张。医生说这脚踏子怎么还有颜值？哎呦你妈！都是些人才呀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假如你被五步蛇咬了，走到第五步就会娘娘，这时候不要慌，我们先走4步，然后再掏出五步蛇再咬一口，这时候我们又等走4步，没走4步就咬一口，这样就能坚持到医院了。到医院，医生说蛇不行了。还得网友来评论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2米的刀，这个老人其实他不到1.6米的身高，谁也没想到他能翻过去。他从起步到落地也就只有24.5秒的时间，一点伤都没受，在那个离我们养老院不远的一个小区内找。他有92岁，他这个老人患有晚期的阿尔兹海默症，然后他平时的主要表现呢就是什么爬墙啊、翻门啊，不是说我们虐待他啥的，他就是病症有这个表现。92岁，这是出去闯荡的年纪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他起到了我们不敢松手的作用。哎呦你妈！确实不敢松手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的个，我的个逼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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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婚礼主持的时候，司仪主持说：“你愿意做他老公吗？”新郎说：“你看着真吧。”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吃啥呀？这是鱼尾巴。这个视频一出，下面的网友坐不住了。老板，这只帝王蟹多少钱？3斤，那么贵，他都吃了隔壁的东西吧？哎呦你妈！还有下面这个网友评论：青春没有售价，同事入口即化。点头叶子要浓浓，细品同事够不够？都是贱人才呀！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很嚣张啊！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
准备留名牌吧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今天早上起来，嗓子就变成了这样。但是如果我转过头去，你好，我的声音就好像正常了一点。但是我转过来又，我又变成了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转过去以后好像又好了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然后我慢慢的再转过来又变成了这样。我无法正面回答你的问题，抱歉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又是真的死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是咋的了？走这么慢干嘛？这做错啥事了？这你不在家给房子过户了吧？我觉得非常有可能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，宝宝。啊，这不要。啊，这也不要。喜欢哪个给哪个。啊，都不要。喜欢哪个？哦。你全给他丢了。你往那个收。丢了，好了，可以看出孩子想从事快递分拣工作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老师叫你写我的梦想，你就这样写去啊？你是不是想挨打？是不是想挨锤？老子看到看到就想锤人。我的梦想是想有六个爸爸，你要那么多爸爸做啥子啊？他们打起来能得了？你一天这是多少爸妈的梦想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说些大实话，我来看下一个。嗯，你挠痒一下你，他在笑，可爱吗？好。再亲一个。亲一个啊！哎呀！被你说进口的放心喝，这是纯进口的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一觉醒来，脸上斑没了，毛孔都细腻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情感是情感，口感是口感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是分得很清楚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你来吗？不吃。他家这个凉粉。哎，我不吃。不吃拉倒。你第一口为啥不给我吃？今天不吃是傻一遍。该不是爱把你当小孩，不过我猜你一定也会想念我，也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。你考上清华了吗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注意开场的第一个空翻。你妈好像没掉下去，是不是中国的？不是中国，啊，日本的。你说怎么没让他掉下去？哎呦我的妈！抱一个法老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下面评论说气到哪儿了，哥。今天我们的新郎和新娘风风雨雨一路走来，让我问一下我身旁的这位太监先生，你们从什么时候认识的？
哎呀，真是青梅竹马，小学都认识了。红灯了，得赶紧结婚了，不然一会儿飞走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怎么个事？奥特曼漏机油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漏了一地的机油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是啥？长臂猿吗？那是红色的，怎么不过来吃？我又是真的死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哎，不要拉跑，不要拉跑。全离死。像洗碗机里的餐具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下面的评论说，这小龙女一天起码两包槟榔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得是网友来形容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36岁的主持人让我心碎一下。你是后悔第一次来月季的时候没有怀吗？这些评论真的绝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可以。医生喊你也弄一下。我不敢，我胆子没你大。他说第二个班长。你别笑，小子，你比其他主播厉害多了，真真实实的把价格打下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赶紧做吧，不要辜负孩子一片心意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都来说一下自己住的城市到底有多热。老子拉个屎，时尚之就叫擦汗。还得是网友来形容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商家拒绝出差。